下了，但是没有勾拳，还是可以。哎呦，南哪个是这波303要包了，红蓝包袱的青年队过来抬起来之后勾了一手，漂亮，推过去没有打输出了，但是金花解开漂亮，微笑拿到一血，漂亮，再收一个，排了一下，但是那头小青年昨天的，对，打的是那个老男孩队，猴哥微笑卷毛的队伍。怎么说呢？小闪现躲避伤害之后贴近对手，过来拍了一手，把老男孩队淘汰了，实力还是很强的啊。还是闪现六级，拉过来了，郑总，哎呦，被秒了，完了，被秒了，这被秒了。他们下路也很强。这机器人找机会能力很到位。有秒表，青衣来了，怎么说？交出闪现。还有就是他们的船长。打招真的是没有办法进攻啊。哎，中白，金花勾过来 ，TP 了，坏了，有人 TP， 有人 TP， 女皇很肉，开了 W。这边微笑也是最后一下要被船长枪火弹麦崩死啊。闪现有提速，但是挖掘机倒还好。哎呦，碎明弹能不能捡到隧道？捡到隧道倒还好。连太早虫被直接秒了，船长输出爆炸。哎呦，这伤害！哇，单杀喽！这伤害太高了。看起跑了。哎呦，这个位置跑不掉啊！闪现击飞再接拉，灯笼能不能捡到呢？卡住灯笼的位置。灯笼都不给捡，很强，愣头青，愣头小青年队伍，有点实力的，有点猛的。大龙好，收了，勾到了布里斯残血，哎，勾到了锤石，那这个就必须得打了。看一下一个大招秒掉了，哇，这个就已经溃败了。我操，又有个桶子，又一个 Q， 哇，上一届的亚军。太爆炸了，太爆炸了，太爆炸了！一个桶炸没了。这波能抢，看看 CAT 啊，他把跳伞交了呀。CAT 是最炸了耶，武器大师。对，这红色方啊，前面插个眼或者直接越不管，有强插，漂亮单杀。哎，交闪，这闪现交的很快，盾牌挡得非常好，侠基本上没有输出，但盾牌没了之后，宁可就顶不住了。这个大招，大招，让开，漂亮，处理的非常好。扎克来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带老虎，这怎么打？保一下这个先锋状。你看这个肉的，你看。哦，这个台。就被你打个先手，你看吹呼啦球，撞一下，还没死。你好不容易把他打死，他还有个大变。剑魔。真不行，还个老头。老头又来了。看能不能留住呢 ？Q 一下。拉一个，好，闪现拉，拉得不错，再接个大招，非常棒。扎克，中单扎克，中单老头，打野扎克，中单老头配合打野扎克，对，上单武器，对，是这个体系。OK， 靠，普朗克不让你用，昨天是见识到了啊，见识到了愣头小青年的普朗克，发育贼好。好，一手先抢侠啊，侠还是很稳定的。那这边会出金格斯吗？他有没有抢的啊？感谢小淘气沙皇 King 的钻粉，谢谢啊，小淘气他们中单 CAT， 但是沙皇被办了，昨天比赛也没拿出来，先选泽利啊，泽利，泰坦不错。先拿一个下路组合，然后把你洛给拿了。断你组合，那这边拿个泰坦啊，比较好用的辅助。哦，挖掘机，挖掘血源很快啊，啊，这个男童的一个招牌英雄啊，挖掘机。这边是出的猴子打挖掘机，在前期gank上那肯定是不容挖掘机啊，但团战能力是要比挖掘机强很多。没错，但挖掘机是有单杀能力的。所以男童的打野都是什么人马呀，这种是吧，挖掘机啊，女皇这种单杀能力很强的啊，是把野区当个 C 位来打 的，进攻性很强，他靠他来 C 的一个打野。那这个后面其实上单不用搬，那昨天的中路用的是
CAT 用的是时光老头是吧，时光老头，对，左边是左一，看左一要不要搬嘛，左一可搬可选啊，也可以抢是吧，左边先搬右边先搬先选，那搬左一嘛，他搬妖精你搬左一怎么样是吧，对，看他们怎么考虑的。啊维克托，哦，那可能也是了解到这个维克托是他的招牌英雄是吧，应该有研究的，那不搬他左一吗，这个左一那放出来他们要拿吧，感觉应该不太会放吧，啊放了搬的支持人布里茨啊，昨天的那个哦，不是已经选了吗，防一手中单泰坦，马老师应该是防一手中单泰坦，中单泰坦啊，怕他们选双钩子，对，哦双钩子，那搬那个时光老头的话，昨天布里茨的确挺亮眼啊，对，这个小青年队布里茨的确挺亮眼，打得很凶很果断，几次机会找的都特别好，感觉他们应该就是怕这个泰坦会换到中路去了啊，然后尼克，那其实这样的 BP 对于嫩头小青来讲要赚一点啊，对吧，对，你就等于说是因为要赚一点，你一个班位了，对，然后呢现在又有康特里的应该，然后也大概率知道你上路会出一个进攻型的上单，再出奥恩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今天不打进攻型了啊，那中路要补一个，补个多大输出啊，要补一个核了啊，大输带卡特，卡特直接锁，那还不错还不错，那这边你还出进攻型上单吗，哦格温这时候选的还不错哈，对，如果要选武器剑姬我感觉是糟了，这格温补出来挺舒服的，因为他线上呢有一定的这个对线能力去打这个奥恩，占优势占线权打支援，并且到中后期他还不像武器大师和剑姬那么的无力，他保命能力还很强，保命能力很强，所以说这首格温能力也很强，选的非常好，选的非常好，左边的话阵容也不错啊，控制足输出爆发也有，中单打野的话是个挖掘机，也是能补一定的输出，但是卡特选出来吧可能前期就是没有线权了，这英雄中野应该对抗，对对，这一点要注意，可能会有点吃亏，但是对面打野是个猴子倒还好，六级之前的话 对吧威力不大，还是得看挖掘机，而且这个对还是要看挖掘机，而且这个版本尼克有一个很，他一下进攻一下防守啊，那这个感觉就有点是吧，英雄池他要么我们看很多上单都是什么，很多战队上单都是那种要么英雄全是对吧，英雄池全是进攻的，要么全是那种防守的，打团队打支援的，他这个一下的坦克一下子输出，不知道这个输出会不会打得很到位啊，然后这个坦克支援啊什么的，OK， 罗恰表吗？48、49、50。OK， 点了一首格温。奥恩还不如塞恩，那倒不是，那不是这么讲。奥恩团战比较厉害，比塞恩强呀。塞恩的那个火车有点捞，点就是没他肉。对对对，塞恩比较肉。哎，掉线了这边。哦，来了，没掉。哦，准点了，还好。应该网络波动了一下。看一下男童的挖掘机在三级的时候吧，能不能搞出一些事情？六级之前他要抓，最起码抓两波。但卡特这边带的一般都是征服者，要不就是带电型。他是后手上打收割啊，葛温是肯定要压你奥恩的，哎呦真妮蔻，哇真妮蔻好凶哦，这样子压你啊，这样子压你受得了啊，这马上线就要被推过去，这要搞死，你看哇，这马上就要开始游起来了，挖掘机也是感觉到了，赶快过来给波压力，下路勾到了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好的输出位置，压力吧，这中路要给压力了，看要不要闪，直接交隐身 了，
能猜到吗？哦，直接学的隐身。其实这波如果啊，他不是隐身，挖掘机估计是闪台的，不管杀不杀得掉。没错啊，应该是闪台的。给你点压力。现在 Nico 他的真身假身也不太好判断了，对，因为他的假身。哎，这个可以上啊，可以上啊，闪台。没错。又是一个分身，我操！这，哎呦，这有点影响男童的节奏啊。对，哇，这 Nico 算是帮卡特在缓解压力吧。嗯，其实这个呢，压力缓解的自己很亏啊，很伤啊。对，是吧？这波如果闪台打起来了就舒服了，抬起来了就舒服了。他老是一个分身往那边跑，他这跑得好快啊，这两波。溜得贼快。嗯。好，这个是个机会了，压力给到，拿下台，没闪一二三，杀了，跑不掉了啊，杀了，跑不掉了，嗯，这波奥恩闪现跟得很果断啊，啊，算是找到机会了，哎，这个挖掘机比你猴子就这个就是强一点在前期啊，干个能力上，猴子没办法，猴子是不可能打出这种效果的，猴子只能刷，肯定不如挖掘机，对，嗯，他能刷确实。那猴子现在呢是从上刷到下，河蟹也吃掉啊，所以这个补刀上多了很多。猴子只能这么做啊，他这么做算是快速到六，看看能不能建立优势。现在挖掘机第一波 gank 成功就行了啊，就行了。回家一波，上半部的野区还没刷，下路野区又刷了，猴子是找不到机会啊，这个线肯定没有机会。然后没有回，选择先吃一下对面的死甲虫。挖掘机是出了一个匕首，哎呦，这个就凶了，这个东西一做出来就凶了。你冲到墙上那就要招啊，那不可能的。哎，应该不可能越的，这不可能越的。卡特也来了，漂亮。卡特来了，勾到了，漂亮。这波是人多打人少，猴子在这边没关系，但是人马上就到，看对面调不调皮，对面收的要快的话，好的，打起来的话，对于男童队来讲是很愿意接受的。这边的话也有闪的哦，漂亮，那就死了。这一波啊，卡特过来支援的时候，猴子在这边跟他打摩擦其实没有问题，但是在这个位置作为洛来讲是没有必要上了，因为你要去假设性原则算到对面挖掘机会不会已经来的，对吧，这是肯定的，所以他没有算这个点，那这个你后续战斗出发你肯定要吃亏的，正好你洛又没有闪，感觉罗应该也是想救一下这边的猴子吧，嗯，所以抬一下，没走的，对，其实猴子不用那边硬留他了，好，猴子那波其实不用救，这样的话小青年队这个就优势就起来了，哎，这很舒服了，挖掘机两个头他到六级就不得了。尼克其实是没有压卡特的，你看不到。对的。前面由于挖掘机的干克。两波干克。上路配小压无所谓。哎，无所谓。无所谓啊。哎，无所谓，你开大打消耗，哎，无所谓嘛，哎，你杀不掉我就行。啊，真不行就交个 T。啊，挖掘机又来上路了。啊，没有。发现抓不到啊，想缓解一波压力。有一个眼是确定雷克赛的位置了，那猴子会干什么呢？看看猴子的选择，直接开龙，嗯，可以的，没毛病，没有被眼发现，知道挖掘机的位置，这个 timing 掐得非常好，非常到位，卡的也是很清楚啊。我给你打，就硬推线刷线就好了。往下走，也是推线棒的一个出招。哦，龙收了啊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那挖掘机知道你收了龙嘛？你人势必在下半部分，对吧？他就过来偷你个红啊，非常到位。那卡特这个火起来，对吧？动起来就厉害了。配合挖掘机，这两个人的爆发，对面能力很强，对，对面站不住的，站不住的。看猴子吧，猴子六级吧，猴子六级跟尼寇的双大。哦，来下了这波。是的，但是这波来下好像没什么用吧？应该是要强杀，找机会吧，想这只能强杀想越啊，只能越。
挖掘机不在啊，而且他这波没有叫七，勾一下，好，叫羊，撞到那边，撞一下扛塔，无所谓，漂亮。奥恩死不死已经不重要 了，已经不重要了，终于有单吃了，哇哦！而且奥恩被挖掘机单吃了，无所谓。嗯，有 TP， 哇，这波舒服呀！奥恩的这波六级找机会血赚啊！这给卡特拿两个，对，卡特拿两个头，这波再回到线上，少一点等级而已。中路还被单吃了，无所谓。其实中路有没有被单吃都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奥恩这一手是吧？没想到对面是没想到的，六级直接过来强越你，这么有脾气的。而且你也很难猜到，其实对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这的确想不到。呀，这个感觉挖掘机这边肯还是走一个这个点杀流啊，点杀流，抬哪个是哪个。对，要打爆发。哎呦，这又他没了呀！啊、六级，这单杀这边，你看看这伤害，我的乖，这怎么跑？这满血被他一个一阶闪现挑刀过来击飞 ，A 阶 E 就没了 ，A 阶 E 就没了。对，没办法。哎 ，A 阶 E 阶大，你不管你有没有闪，你肯定是被我追过去的。反正你被跳刀跳到了，你就没了。对，你跳刀就没了。这就是挖掘机的单杀能力啊，太恐怖了。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，这个泽利，你只要被抬起来，第一波被抬起来，你后面有没有闪已经不重要了，而且是个满血状态啊，满血状态，这个很夸张。现在 CAT 有点急了，有点急了，这个对线被抓崩了，算是被挖掘机给搞崩了。因为这几波机会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是挖掘机，还有个奥恩，奥恩也立了一波功。奥恩，对，奥恩，嗯，猴子只能拼命的刷，这没办法，等下一条龙。上路补刀还不少，少对吧？少你少的也不多，对，还不少你可能。这个就舒服了，这随便打了。接下来，等会团战你会发现猴子和尼克很难进场，啊，对，因为泰坦加奥恩肯定是顶在前面的，你后面人不可能让你摸到的，所以说猴子只能找一个绕后的角度，但是太难了，这视野肯定是做好，不能让你绕后的。挖掘机跟猴子上路要遭遇，没打走了，那挖掘机要单要单人反红了，小龙要刷了，好，挖掘机也是意识到了，马上拼信号回家。对，奥恩怎么说呢？哎呦，格温就位了，格温已经开始就位了，奥恩的话是没有踢的，奥恩要收一波兵，这波兵。打起来了，这个打到给杀之后单吃你诺，那你这个龙争不了了啊，直接影响接下来的战术啊。卡特先到杀了一个辅助，那你接下来这个就打不起来了，你只能让，你只能让啊，你不让就肯定摧枯拉朽，四打五是不可能的。哇，猴子还有掀开啊，胆子这么大吗？这不可能的，想着恩不在，但是恩已经赶到了，对，已经到了，这不可能的。而且猴子的枪兵也快掉了，对，这个要放了，没法搞呀，还要接吗？拍峡谷了，要接，想接，好，人已经就位，出来了，人已经就位，但是不怕的呀。奥恩的话蓝不是很多，但无所谓啊，霞先打的，啊，可以打呀，这么大的优势不可能让你吧？那猴子吧，找机会看看。龙这边在，因为龙的血量不多了，哦 ，CAT 还是决定不让，
好，先抢个核切非常好。哎呦，不敢打啊，那小青年队也是不太敢打，也还是有点惧怕的。但是这肯定要争的啊，没有理由放啊。好，那你退中的话，这波位置就卡住了。这个龙是这波是必须打掉。侠 A，AD 跟中单怎么说？推线推的有点那个了。好，开了，看羊头怎么撞，一个没撞到，勾到一个，撞起来，击飞这个击飞击飞的不是很好。猴子拿龙，猴子死了。格温进场解。哦，这个输出不太好，格温这波有点爆炸。哦，这个大招开准没有用了，格温这波立大功，输出拉满。是的，哇哦，这波男同收割者的话，是等于是一换四的一波团战啊！对，哇哦，这波格温而且尼 Q 在龙坑里面大到了所有人。对，这波说实话啊，这波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子，让格温有这么好的输出空间？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在龙窟啊，因为这个小青年队是强强打龙；再一个呢，就是羊头这个先开了。但是强开的话就感觉队友也是没跟上，对面也没撞到人啊，他这个没法撞到人，相当于是浪费了。对，浪费了就等于没大，这奥恩等于没大，那就是差太多了，被对面拉扯。之后再打的，哇，这一下子团战打的炸了，主要还是因为他没那个大，让格温疯狂输出。看到了，看到，对，妮可下一波团战如果再补个金身就麻烦了。对吧，这格温这点怎么办呢？12级了，发育起来了，153刀了，这个感谢胭脂君如类的钻粉，好，收个塔，卡特能不能转起来啊？那卡特这大招被猴子玩克啊，两段几分？对，猴子可以挡啊。对，但卡特肯定不会第一个进场。对他要等，但是他等的话呢，队友是吧？对面又牵扯。那娃娃上去输出你很烦。好，小龙抓了这条小龙，可不能再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了。挖掘机想要先上来搞一手娃娃，最好是抓到啊，喷一手。哦，这格温很小心啊，一点机会不给啊，不调皮，知道不对劲。这条小龙的话上单有踢没蓝了，要不要考虑回一下？回不回？不回。起飞！感谢五根月下琉璃药的飞机。奥恩怎么办？奥恩回了。哎呦，尼克秒表，落秒表，这不好杀啊！卡的是没有的。这边一个秒表没有，这波团战不好搞、哦。踢了，踢了，感觉 CAT 可能要先开龙，先开龙倒是挺好，让他们先打。这样的话，羊头好撞。哦，没打。那站位置就是不想先动手。卡斯也先，对这个站位就不想先打龙，继续打牵扯了。这不能让羊头先手，让诺这个泰坦先手。哎，泰坦定一个，好，要开。那泰坦先手，他在后手撞还是可以的啊，打一个反制。感觉侠会去抢线，给他压力，直接打。好，羊头怎么说？不着急吗？看一下，羊头还在忍。泰坦，好开。哎，这波不错，这波够了，舒服了。格温已经残了，格温切出来。猴子打的位置不是很好，这边在输出。秒掉了，哎，这一波输出打满，侠输出打满，全队点收，看一下行不行？还有大，那收了。哦，这边漂亮，哇，闪现躲了，哇，这个闪，哇，直接拉扯，哇，不知道道哥有说法，都在拉扯。哇，这一波两边 AD， 秀的头皮发麻啊，都没死啊，这波侠输出打满啊，然后
对，泽利找的位置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打了很多输出，最后眼疾手快盯着这个侠，但是侠反应很快啊，拉开了。哎呦，这波打的五五开啊！还是没掉，小龙没掉，没掉，两边五五开。对，哎呀，那这边起手打的话，泽利状态不是很好，侠是补了一波的。奥恩的话呢，没有贴，那这边肯定要骚扰你。刚才开的格温开的非常好啊，但是这波格温的话，可能就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击杀了，因为奥恩没大，泰坦没大。啊，这个位置卡着很难过来呀、啊。泽利的状态不是很好，哎，这个位置感觉打不太好吧？猴子也没大，怎么说？先手打，谁能上来？洛迪雷斯疏通航道，怎么说？然后了，这个位置很危险，很危险，漂亮！挖掘机这个位置非常好，哎、直接大招下去，但是呢，没有办法起飞。很难受，直接死 了。看卡特，卡特还在，卡特，哎呦，这格温这一下，哎哎，小心残血哦！这波格温先上，飘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这波挖掘机是二换五，大招下去的，然后呢没有 E， 大招进去，对，直接空刀死了，也没有办法钻地啊，他的动作也比较慢，因为钻地的时候那个施法动作很慢，哇，这地上全是视野。哇哦 ，CAT 有点顽强啊，有点顽强，有点顽强的，而且没有给到卡特很多的，是的，进场机会的，每次一进场直接就把技能断了，哇，三条龙啊，对，这样的话让对手这个站不住，啊、哦，想单杀开大了，哦，啊，没闪呢，哦呦，感觉要单杀了。格温这个点麻烦喽，这个单带的话，对，奥恩这限制了。其实这个奥恩没有办法啊，奥恩没有办法去在这个时候跟格温对线的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说他最后一手选了这个格温选的好？手比十四。对，这个是昨天的船长，但今天船长被办了啊，没给他用，没错，所以选择了一种奥恩偏团的。格温现在有点不上，到现在其实红色方不急了呀，因为对红色方不急了，他们玩红色方舒服了，三条小龙越往后面打，其实他们的阵容越强，越舒服啊！因为这个猴子，对吧？比你挖掘机要强很多的。挖掘机它厉害的点就是在前期，它也打出效果了。对。但越往后拖就越不行，因为团战你进场基本上就是要交大的，你输出很难打出来，然后对手也不可能给你落单逮到。然后格温也是一直滚雪球压着你的奥恩，对吧？团战输出很强又很难死。泽利呢也不用讲了，对吧？跟你。输出也很高，所以对于愣头小青年队来讲，这越打会越难啊。这条龙，如果愣头小青年队再输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。而且但是其实很难发挥啊，嗯，很难发挥。但是这一波团呢，但这波团呢，对于小青年队来讲呢，又是很难打的一波团啊。但是要硬着头皮接，这边是逮到了，开始的疾跑，比你个疾跑，哇，十五级的格温，这个血量加这个金身，好难受啊！这边也是要拼的呀，对，好难受啊！一个合计，哎呦，突破你盾啊，破你盾。哇，这波团战太难了，视野怎么做不过去啊？看看，只能靠挖掘机的听。这个时候不能被消耗到，消耗到就很麻烦。格温开了，这些条龙也是刷新了。好看，诺提雷斯。
羊头不能开了，羊头一开对面勾到了猴子，还不错，打不消耗，可开羊头，好，这边哦哟，经常丢两个，怎么开的？输出还行，秒掉了洛，不错，卡特转起来了，这波赢了，这波守住赢了，哲力输出没有没关系，这边人多，人多搞人场，卡特紧张，哲力可以不追。好，推推账，哎呦，这个追的话，队友不能出问题啊！哦哟，闪现漂亮！哦哟，这波闪现漂亮，零换五啊，大小龙全收，这一下子就啊，起飞了飞，算是 buff 全收了吧？对，花500买了个药剂，是的，是的，药剂打了啊，这波打得非常漂亮，先手把那个洛逮到了。虽然 Nico 进场时间点挺好的啊，是把那个卡特和那个 AD 全都定在后排了，断了，但是羊头那个大招给的点好，那个 Tammy 卡住了，对面没法输出。这条龙坏了，出问题了吧？坏了，出问题了，也得打龙了，能走几个？但是可卖，这还好，能接受。喂，卡特站出来了，哇，胆子好大，好勇猛，还要杀！我操，还要操作，五杀，一打五，牛逼！这就是 AEP 卡特，他上一波拿到很多人头，这波装备直接起飞出来一个帽子。哇，直接一打五，这波好帅，五杀，哇，这波我以为他其实当时那种情况应该就是撤了，算了哈，反正龙拿了，有龙种很好了，他一打三冲进去了，这是，而且后面那一波感觉他杀了三个，我感觉都要走了，结果又回头了，还是要打上面两个不放过，我操，在面对 CAT 很自信，打了一手五杀出来了，这对面搞得有点难看了，是一打五呀，对，一打五队友全走了，洛提雷斯已经满血往后疏通航道保龙种了，是吧，已经开始保龙种了，他的想法不一样，说打可打，我很了解这个时候的卡特，对，可能也是因为上一波团战的胜利他拿到了一个帽子吧，是的，这搞得 CAT 有点难看了，有点难看，这不一打五很影响士气的呀，在等机会，还在找机会，看对面会不会有人犯错啊，看小青年队伍会不会有人犯错，不然他们开不了，好，走撤，打龙去了啊，执行力很强，那 CAT 可以让这波无所谓嘛，守这个水晶啊，这种龙可以让，大龙是不能让的啊，这条小龙无所谓，没错，回家再补一波，其实还有机会，目前有机会，对的，有机会，给他们发育的经验还是很多的，只是说对于只是对于 CAT 来讲的话，他们更难打一点，对，更难打一点，更难打一点，需要很注意，对，要盯着他，要有三双眼睛盯着他，对，打船一定要盯死这个卡特，不然给他找到机会进场就他这个卡特团战只要输出两秒 CAT 是绝对没法打的，最多只能给他0.8秒的输出时间，一秒都不行，没有人扛得住他这边的伤害 啊，最多0.5到0.8，再多不行了。千万不要小看那一秒钟的时间啊！18级六神装的卡特啊，关键是他什么？他带的还是一个黑暗收割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的他能瞬秒的。他收割起来，他能刷 E 就麻烦了，你抓不住他。好，这一波要接了，这波不能再让了，再让的话这个龙就没了，必须要接了啊！背水一战 ，CAT。好，好，压进。哎呀，就拆一个中路水晶，直接去大龙。那直接去大龙了。其实 CAT 现在很难受啊，他大龙是黑的，没有视野 的过去，如果给这奥恩找到反而更难打，但好在是他们在龙窟啊，在龙窟的话呢，这个打牵扯对于 CAG 来讲稍微好一点，他不像在高地那个位置，看一下
TP 过来，哦，秒龙太快了，羊头直接开，做一波防守，先抽龙，收掉，顶到了猴子，进场，哇，挖掘机切到 ADC 了，妮蔻打的还不错，卡特在哪里？这边卡特还在等，还在等，这里在输出，还可以的，有一弹这里吗？卡特进场了，卡特这时候进场啊，但是娃娃，哎呀，哎呦，我操，卡特，我直接一个一秒了，我又要五杀了吗？哇哦，喷他 Q， 哇，这波团战这哲力是满血啊，盯着他呢，就挖掘机直接盯死你哲力，对。看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这波团战，哲力在等，这边在输出秒掉一个，葛温在输出，直接闪现秒，回头推队长进来再拿个五杀，没有办法，卡特这个哲力根本不敢上前，根本不敢上前，所以这波也是被挖掘机限制死了吧，挡伤该挡伤害了，对，没有办法。伤害太高，主要是挖掘机这波还单人切了一手，这里哎，打了你大概。